请问您什么样的机遇让您投入怀旧学的研究呢？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要去研究所谓的怀旧学这样的东西，那就只是单纯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从小到现在的一些收藏。对，那慢慢的，看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感觉到说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就特别在专注在这些比较可能台湾的历史，过去的一些历史文化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透过网络的平台跟大家分享。倒也称不上是怀旧学啦，就是一些比较跟老事物有关的一些分享这样子。老师，您的怀旧的专栏有大量的卡通以及广告的影像，我们想要请教您如何就是收集这些怀旧主题的素材？其实大部分都来自网络。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像卡通好了，因为我小时候看的卡通大部分都日本卡通，那日本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些创作的东西其实都有很有系统的做整理，然后他们也都在网络上去有一些老的影像去做分享，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在网络上找，然后包括那些广告影片也有很多网友有分享，那我们跟他联络去取得影片。那到后来因为看的人越来越多，那有些人会跟我主动联系说其实他自己也有类似的收藏，他可能他以前小时候他们家在录电视节目的时候，然后连广告一起录下来，然后我们就把它数位化，把影片给我。所以其实到后来也是靠大家很多帮忙，有点像就是抛砖引玉，然后让更多人的收藏，原本他们只能只是放在家里的柜子里面，好，可能在电脑的硬碟里面，然后可以透过我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一起去看到这些老影片老东西，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老师，那我们想请教您如何去了解读者想要看什么，然后如何去创造共鸣或是感动的呢？其实也不是说用创造，应该是说一开始我是以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来出发，然后我对什么东西会特别的怀旧，我的小时候有过些什么样的经历。那因为像我们这个世代五六年级，大家其实小时候看的东西都选择少，我们就只有三台嘛，我以电视来讲就只有三台，然后有时候有些节目收视率高，几乎大家都会看这个，那隔天上课大家会讨论，你没有看着就跟不上了，所以有一些同侪效应也会造成说大家其实都会看差不多一样，所以当我在怀旧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共鸣。有时候我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以后长大了老了以后，他们去怀旧的时候是不是有办法像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共同的记忆，现在电视上百台，然后各种的媒体那么多，有人可以看手机、看网络、看电视的，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可以促成我们这个时代它的很多的共同回忆。所以其实怀旧这领域，我觉得是无止境的，一直做下去。然后原本我做五六年级的怀旧，甚至更早的三四年级的怀旧，那现在我也开始做七八年级的怀旧。对，因为我发现有些年轻人他们会来看来留言，他们一开始他们说他们想要了解他们爸妈小时候所看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然后再来我会觉得说我慢慢成为怀旧领域的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人了之后，那我也可以再将我的这个观众群的这个年龄层再把它更拓展，所以我慢慢的也站在七年级或八年级的角度去看他们小时候可能有经历过怎样的事物，然后再去做研究这样子。就金币巧克力，为什么？因为它是金币。口红糖跟跳跳糖哪一个更甜？口红糖，你一直含着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味道。口鼻糖、口香糖、口红糖哪一个不能吞下去？口香糖。对，橡皮糖、橡皮擦、橡皮筋哪一个可以吃？橡皮糖。不
秒钟找出五种怀旧零食。足球巧克力，三，贝雷巧克力，贝雷果香糖，谁的好？在我们小时候还没有便利商店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你要买，不管是吃的、用的、玩的，都是要到家里附近的杂货店。那它有一个名字叫甘玛店，哦，我们现在知道甘玛店，因为还有卖一种糖果嘛。然后，我记得甘玛店好像是说他们很多以前那前面会卖橘子，卖甘玛，那叫甘玛店。好，那大部分的这种甘玛店，我小时候。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说去，然后可以抽那种一元可以抽两张，那叫五角抽。然后因为小时候我们能够拿到零用钱就是一元两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到甘玛店去，你去抽那个，运气好就可以抽到一个比较大的玩具。然后大部分抽零食啊，小时候那种抽的东西，我觉得还蛮让人抱着很大的希望。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抽到明谢惠顾。甘玛店对我们来讲有点像是一个天堂，然后一个寻宝的地方。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卖漫画。然后那个漫画不像我们现在去书店里面我要看什么漫画这样，那时候的漫画是会用纸袋装起来，不透明的纸袋包起来，然后就跟你讲一本10元。然后我们去了买那个漫画，打开才知道是什么漫画，所以我家里有很多的是一样的漫画，可能有4、5本，就像你现在买福袋一样，你如果去便利商店买福袋，你在同一家你买3个福袋，可能打开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饼干、饮料这样子。可是对我们那个这个年纪小学生，哦，甚至更小的这样子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用小小的钱，然后得到一个你可能你梦想中的东西，然后你梦寐以求的一些玩具啊食物，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再来是，跟老板的这个互动，老板有时候会说，啊，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哦，还考得不错，可能他就送你一个棒棒糖给你吃。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经验，可能是现在的你到便利商店或是卖场，你没有办法去。我觉得是一个有温度的购物经验啊，那个温度是会让你觉得心里甜甜的，然后是你会去，可能会你这一整天心情都会很好。对，那所以我蛮怀念那个甘玛店的时代。其实蛮多人以为张哲生是很多人在做的一个。的一个 team， 然后像我是会收到讯息啊，不好意思，我们想要找张哲生先生，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联络？我说我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我从20多年前开始做怀旧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一开始并没有一个说，也没有去期待说我将来会有多少粉丝或是什么，就是只是想要分享我想分享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其实不只是怀旧，我觉得怀旧的东西齁，某个程度来讲其实它有展望未来，它让你透过一个怀旧的过程，其实你更可以清楚你未来该怎么走。我希望说这个怀旧它不只是就是说我们一群人就一直在想着过去曾经怎么样美好这样子，我希望更能够是去在怀旧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去发现一些可以让未来更好的一些方法。然后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嘛，如果你现在怀旧会让你快乐，你快乐你就会有好的心情，好心情我们做事情就事半功倍，就更有效率，那是不是对你的未来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我们可以发现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从过去曾经大家所犯过的错误，你再去做一个提醒自己，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他在犯的错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是某个程度的一个进步，大概是这样子。五片。好，那我们现在要请怀旧达人张哲生张老师来为我们挑选老师心目中的怀旧零食。
我最喜欢的三样好了，我先挑哈，我一挑给他，一个是这个，我小时候叫凉烟糖，然后后来被改名叫凉火糖，因为那个烟字不能出现。小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它是很凉，就是吃起来就觉得有一个凉的会冲上来这样子，然后一根一根的，然后那时候又会学大人抽烟的那个动作。这个凉烟糖，然后再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经典，这个我们叫金刚，就是吃起来甜甜的，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颗粒状，那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就可以含在嘴里很久，然后有时候哈吃这个，然后要失败了，对不对？然后妈妈就说要失败你来吃这个糖，你就拿出来，你也舍不得丢掉啊，然后就拿再把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之后再继续吃，还有一个，我刚刚本来有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很好玩，因为这可以吹。这个糖果它的特点就是它中间有个洞，然后你吃音乐听到，它就会有声音这样子吹出来，这叫什么口哨糖？这个，然后。以前小时候还喜欢把它剥开，因为它有两层嘛，所以你剥开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两次吃。对，就这三个是这里面，但这些糖果我都蛮喜欢的啦，就像这个跳跳糖啊，含在嘴巴里会啪啪啪，那有不同的那个感受。巧克力我很喜欢吃金币的，哦，这个可乐糖到现在我小孩喜欢吃这个可乐的东西，就大概这样子。